水抽哈。看两千要不要给我橘色的？真正是有够黑的。再来铠甲，真是有眼光。所谓的几率提升啊。看真正有几率提升吗？之前2000就抽到了，那你如果说几率提升的话，现在应该要1000就要抽到了。连两金哦，但是他绝对不给你橘的哦，大概是那种概念的。好，有了有了。啊，那不好笑哈，有抽到了，太神奇了哈，有中了呢，不好笑啊，今天马上抽中啊。我刚刚讲的那个，我在那边讲的没有错，你如果说这样一斤，不是啊，你1000就要给我一个了，这一个是对我来讲是最不太需要的，但它竟然还有这么贵的价值，43哦。精神力哈，这属于魔法师在用的。抽到橘色哈，给嘞水抽，水抽哈。